咱们今天来看一个森林湖式的高性价比的双拼别墅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 Chris 刘。这个房子呢，1877尺，四房，三个卫生间，两车位的标准车库。整个房子呢是两层的结构，而且呢带一个小院子。它的售价呢开盘是81万9，现在是82万3。通常呢一个楼盘刚开盘的时候价格都是最好的时候。咱们来看一下它的院子。这个楼盘的区域呢是紧邻着尔湾，大概只有4分钟的车程，可以看成是尔湾的延伸。森林湖其实它最好的区域呢就是紧贴着尔湾的这块区域。它的房屋的造型啊、结构啊，甚至社区的建设呢，跟尔湾是融为一体的。但是呢，它的价格又更便宜，而且呢，它的持有成本也低。像这个楼盘几乎是加州最低的地税，只有1.1%的税率。如果是生活的话呢，非常方便；如果是投资的话，它是可以吸引到尔湾的租客，而且呢，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租金，也就意味着你会有一个更好的回报。咱们总结起来呢，就是第一个是地段好，可以吸引大量的尔湾的租客；第二个呢，就是这里的房子便宜，而且呢持有成本比尔湾低得多；第三个方面呢，就是它有一个高租金。所以呢，它的投资价值其实就在这里。这个户型呢，823000美元，但是你可以买到一个四房两层带院子的。这个房子的性价比呢，几乎是在整个楼盘里我觉得是最好的。更多地区的高性价比房源，欢迎大家跟我讨论。谢谢您的观看。